爸，你是说已经修复了80%？嗯，林经理也花了不少的精力去修复这个内存卡。你们坐。只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，他现在把这个内存卡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修复它，当初为什么会把它弄坏呢？有没有可能他觉得已经被人发现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找人修复？是啊。 爸，以前我们是念在老员工的份上才把他发到下面工作，要是有机会，还是把他给辞了吧。一想到他干的这些事儿，我真的觉得……来，进去。哎，向晨，这位是张总，给我老实交代，要不然我马上报警。我说，都是我的错。 是我见钱眼开，我收了他们的钱，按照他们的指示，他们让我砸坏内存卡，我就惨了。他们还让我破坏计算机，我也照做了。那监控室的录像呢？他们给了我一个软件，让我剪掉我进监控室的那段录像，就这些了。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大哥。邓总。 事实就是这样，林经理是被人陷害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当时我也没什么问，他说会给我一大笔钱，临走的时候他说他也是受托于人。你说不说？谁？大哥，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也不能瞎编呐。他好像还说过要得到什么阳光酒店。 会不会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商业间谍干的呀？商业间谍？可是，就为了这么一个广告项目，不至于用商业间谍吧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对我们的广告宣传一向是非常严格的。林经理是被人冤枉的，您还坚持让他去贵公司吗？这个决定是已经宣布的，不可以更改。 公司资料我放在柜子里面，等新的经理来了，麻烦你们交接一下。我走了，你们好好干。姐，以后不能经常见面了，多联系啊。嗯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我们会想你的。姐，我们都会想你的。姐，我们送你。 邓总，邓总，邓总啊，林经理，这件事情是我们误解你了，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留下来继续为我们工作。向晨。 你敢挡我的路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林叔，你是怎么勾引向晨哥的？让向晨哥不顾一切的为你开脱罪名。 就是说，你们两个人以后还是要在我面前工作给我看了。邓总，邓总，姐，真是太棒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是梦想！你说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，怎么放心的下佳佳呀？对呀，哎。
听说那个打扫卫生的是商业间谍，不知道怎么处置他们。已经交给警察了，让他偷东西的那个人也逃跑了，再等等看吧。向晨老师，你这次简直是太帅了，做事情太漂亮了。同志们，像今天这种好日子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？哎，我们去唱歌吧，庆祝零点留下来，庆祝相片大部分恢复了。好，今天唱歌我买单。好哎，500块钱封顶啊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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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俩要唱那个你最珍贵，知心爱人，前夫的爱。你好土啊，什么年代的？90后。来来，快快快快，哎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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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别难为向晨老师了，我代替他唱行吗？啊，行吗？也行也行，我们一起唱吧。干嘛拉着我？一起了，哎呀，好呗，钱的嘛，好呗，好吧，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唱宁夏。啊，可以，宁夏，宁夏，点歌，点歌，宁夏。来，那我就献丑啦，掌声鼓励。来吧。3、2、1，唱。宁静的夏天。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行啊，深藏不露，唱的还可以，还行吧。行，你们先走吧，我等刘星雨蒙他们。好，行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姐。那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唱歌那么好听。我，好听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这一首歌练2、3年呢，倒是你，怎么不唱啊？我就算了吧，我这天生五音不全的就不献丑了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咱俩可以互补嘛，是吧？啊，姐 ，Hello， 哥，你俩磨蹭什么呢？去一趟洗手间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回去晚的话，我妈得骂我。啊，那我也跟她一块回去了，就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慢点。拜拜拜。那我也一起走了啊。姐，向晨哥送你啊，拜拜拜拜。你们，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我喜欢你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妈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看看这都几点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那离了婚的女人出去了？哎呦，妈，您说话咋那么难听啊？人家是有名字的，叫林叔。难听？你也知道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说起来很难听啊？你这么晚了跟她出去干嘛去了？我再跟您说一遍，她叫林叔，林叔。吼什么呀你！我就问你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干嘛去了？你看你被搞得五迷三道的。
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我是成年人，我有我自己的自由，我想跟谁交往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好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妈不要了，事业也不要了，这么晚回家问你两句，你声调还挺高，长本事了，有本事别回来啊。我没法跟您说。哎，向晨，你今天想起来我了，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那你赶紧让我顺顺心呗。
真的不甘心。为什么我得不到你，林叔却可以得到？凭什么？比我还晚。奶奶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回去再跟你解释啊。谢谢。这兰心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呀？你也不管呢？张扬，你是她老公，她不回来你也不操心？没有，我昨天等她等到半夜，后来就等睡着了。我也实在没想到她一……爸，奶奶，昨晚上哪去了？我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住的。什么朋友？就是我美国的同学，刚刚回国。男的女的？当然是女的。奶奶你想什么呢？南心啊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昨天你不回来也不给家里边打个招呼。几个老同学好久没见了，
喝一杯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在你哪个美国同学家过的夜呀？Selina。谁？Selina。我怎么不认识啊？你去美国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去西海岸了，你肯定不认识啊。 哪天介绍我认识认识呗。好啊，有时间介绍你们认识。兰琪，我正想问你，向晨有事儿啊？张经理啊。向晨哥是想要问我主题婚纱设计的怎么样了吧？啊，对。 对，啊，这个问题回头到我工作室再谈吧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林叔，9点半开会。前两天的广告拍摄已经完成。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主题婚纱的宣传照拍摄，有几个场景我们要确定下来。雨萌，嗯，你下午陪向晨先生去看一下。啊，不是，你一直和向晨老师一起去的吗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向晨老师，你是不是和林经理吵架了？ 有问题，林叔。向晨老师，有事吗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吗？生气？我凭什么生气啊？从今往后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，任何私事不要谈。你出去吧。林叔，别开玩笑了。 向晨哥，兰心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早上张扬在，我没好意思问你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再问了吗？我怎么可能不问啊？我为什么会在酒店出现？而且我的衣服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你答应我，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向晨哥。 陪我一块吃晚饭吧。我没心情吃。没有心情，总得要吃饭的嘛。好吧，那你想吃什么？那去我工作室吧，等我们下班了，然后我再想一下吃什么。行。
正面反面，哎，对了，再来啊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我们，呀，妈妈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妈妈，哎，妈妈辛苦了，请坐。哇，哇，乖儿子，妈妈看见你就不辛苦哦。哎，开饭了。开饭了，快，佳佳，爸爸带你洗手，吃完洗完手再吃。有时间吗？给我回个电话。我请小静帮忙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向晨哥，你怎么不去拿点东西吃啊？我一会儿再去。行了，就别玩手机了。我给你拿了个蛋糕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不准你玩了，出来吃东西，看你心不在焉的。啊，我不玩。这家餐厅的东西很好吃的，你快尝一尝。好好。向晨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张扬结婚，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嗯。因为我当初喜欢你，可是你不喜欢我。我一时赌气去酒吧喝酒，所以才认识的张扬。哼，那我应该算是你的媒人了吧？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。一点都不开心，我跟他结婚也不过是一时冲动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。你千万别这么想，我觉得张扬这个人，张扬这个人还是可以的，真的。你的心里就只有林叔，就算林叔对你再冷漠，我对你再怎么好，在你心里面，你还是觉得我连他的十分之一都不如。这可哪跟哪儿啊，不一样的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啊，再说这个东西怎么比呢？没法比的。向晨哥，我刚回国，那我这边就只有你一个朋友，以后找你玩，你可不要拒绝我啊。哦，随叫随到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妈，嗯，我吃好了，我先上班去了。嗯，坐慢走啊。哎，妈，你觉不觉得我哥这两天心情特别好？是啊，嗯，哎，这两天心情是挺好的哈。我觉得他是不是在谈恋爱了？我当然希望他在谈恋爱呀，要不然我给他找了几个，他为什么就不去见呢？肯定是在谈对象。啊，那个，林叔，林叔，
向晨老师，有事吗？那天晚上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向晨老师，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，没有必要一个劲儿向我道歉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呢？你有什么就说呀，是因为我妈说的话吗？我们俩不要再玩捉迷藏的游戏了，好吗？我真的很累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空再陪你玩下去了。林叔，林。再来看一下这组婚纱，这组婚纱里面它的前胸还有后背腰腹的位置虽然露的比较多，但它要表现的不是性感，而是高贵还有女性的柔美，尤其是这个裙摆的设计，这个位置的设计很有欧洲宫廷的风格。林经理，嗯，你接着说。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看你心思也没在这上面，你是在想向晨哥吧？嗯，你最近好像经常跟向晨老师在一起玩。是啊，向晨哥最近对我挺好的，我们还约好了明天一块去看电影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玩得开心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去那边玩一会儿。哦，你想把车车骑到那边去啊？嗯。那外婆的包包是存在你这里呢，还是拿走呢？我拿走好不好？那玩一会儿我们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啊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外婆坐在这里等你，看见我啊？嗯。好吧，不，去了去了去了，慢点啊。要是我能像佳佳一样长不大就好了，天天都那么开心。李琴。啊，老大。哎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个，我刚经过这儿。啊，坐。这么巧啊。啊。天挺舒服的今天啊。对啊。忙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那佳佳那个出来玩嘛。佳佳，佳在哪儿？那儿呢，骑车呢。啊，佳佳！别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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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上医院，上医院，走走走。Thank you.
但婉喜，原本宁宁的事儿，我觉得亏欠你，现在咱俩扯平了。因为检查下来没有别的，就是擦破了点皮，要不然他妈妈该多心疼了。外婆别难过，佳佳不怕打针，佳佳勇敢。对，我们佳佳是最勇敢的了啊！佳佳，对不起啊，是外婆不好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小孩子玩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嘛。嗯，那个医生说还要打针破伤风。我这个哦，我有带钱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来，在那边坐。来呀！打针怕不怕呀？哎，你今天怎么会正好在那边啊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你住的小区不远，那经常会经过，所以我想今天经过的时候就进来看看你。你看，刚好还给我碰上了。是，还蛮巧的，要不然。老邓，你也是租的房子吧？是啊。你的房子多少钱一月租的？8000。8000？8000一个月？不，我是说一年，一年。我说呢，一年8000是？哟，一个月才600多啊？这么便宜的房子一定很差吧？是蛮差的，蛮差的，蛮差的。老邓啊，不行呢，你就加点钱搬到我们小区去，贵是稍微贵了点，但是小区环境好点，是不是？是，那是，那个我会考虑考虑的，好吧？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打个的回去啊？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方案是不是要重新改一下？嗯，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得修改。好。那你们费心了，改完拿给我看啊。好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，姐？佳佳受伤了。啊？严不严重啊？我妈说不是很严重，但我得回去看一下。你们整理一下啊。嗯。哎，跟爷爷说再见。爷爷再见。啊，乖乖的啊。啊。好，我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是的，他怕我走路累着给我打个车，我抱你好不好啊？佳佳，妈妈，妈妈看看，怎么弄的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回家再说。走，佳佳。回家了哦。哎，佳佳，坐那儿，妈妈看看。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一个人骑自行车，你也不看着点儿，这万一磕着脸可怎么办啊？想想都后怕。我看着了，我就一不留神一眨眼，他就蹭就骑出去了，然后撞旁边又摔了，哎呀妈，我吓得。佳佳，还疼不疼了？不疼了，打完针就好了。妈妈，你别怪外婆了，我流血的时候外婆还紧张了。好吧。对了，今天送我去医院的是一个爷爷。爷爷？嗯。佳佳，外婆给你倒杯水啊。妈妈，你陪我玩。